王子，今天要跟各位做一个小小的开箱。那要开箱什么呢？就是我手上的这一箱。那大家有没有看得清楚呢？那相信呢，眼尖的朋友应该已经看出来了吧？如果有在关注这个豹哥这位远渡韩国打职业联赛的选手，就知道他今年在推出自己的联名商品，那目前都在陆续的发送当中。那就是我手上的这一箱啦。那他这一次联名的商品呢，总共有四样，分别是两件 T 恤，一件白色的，一件黑色的，然后一个袋子跟一顶帽子这样子。那我这一次呢，就买了两件 T 恤来用行动来支持豹哥这样子啊。相信大家历历在目，去年这个豹哥与宰赫在个人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单挑的时候呢，在庞克章鱼的那个停车，那个最终的绝杀停车，以及他最后夺冠亲吻奖杯那个画面，那后来呢也因此有豹哥的专属车，虽然是主打永久啦，但是只有三个月。那扯远了，扯远了。这一次就想说，因为对这个跑跑这个游戏呢，其实也是关注非常多年，玩的非常多年了。那看到豹哥呢，一样。从以前跑跑一代呢，在职业场上奋斗，到现在呢，在韩国的职业场上奋斗，真的是非常感动，所以就用行动来支持他。那马上进入我们的开箱模式吧。那么首先呢，盒子外观呢，就可以看到豹哥所属的队伍这个 Lexan Box， 那这就是豹哥在这个队伍所推出的这个联名的商品，所以就有这样子的 logo。我们先要打开。打开呢，就我的购买明细，那这边大概就是这样，就不跟大家赘述了。那因为这一次呢，我是在他商品在预购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先购入了，所以有这个豹哥的这个拍立得，那背面呢有写这个购买周边的朋友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这样子的字。看到我们豹哥穿着 Lexan Box 的队服，看起来是有化妆哦，蛮帅的哦。这是他给大家的这个礼物吧。那再来呢，就是我们这次的重点，豹哥这次的衣服啦。那因为我的骨架比较小，所以我觉得就是 N 号的会比较适合我。啊，这是写什么 ？Brave 98，勇敢的走吧，这个意思吗？这个，这件衣服。比较低调的，就是可以穿出去运动、穿出去玩的这样。再是第二件，这个有豹哥跟 Q 比的这件黑色的，我刚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个样貌是如何。白色的话呢，就是在正面的部分呢有这个 Brave 98，那在这个背后呢有蛮大的一个图，在背后就有这个 Q B 在这个豹哥这样子的一个图案啊，他们骑着摩托车这样子，这是背面，看起来整体来说是还不错的。材质都是这个棉的材质，还蛮厚的这样子。再来是我们这个黑色的这一件，这两件的材质应该是差不多的。那这一件呢，就是正面有这个刺绣的 Q B 跟豹哥，那它背面呢就没有图案，这件反而相对比白色的那一件还要低调一点啊，白色后面那一件有那个图案，那就是这样子。那现在就马上试穿给大家看一下吧。那因为目前我手边没有这个助手呢，可以帮我做拍摄，那就是这个白色的呢，这件 Brave 98穿起来的样子。它中间就是一个 Brave 98这样子的
这个图案，那背面可能就不太好让大家看一下。那可以看到我穿 M 号的真的非常合身，其实它穿起来真的非常舒服，都还蛮贴的，真的还蛮舒服的，所以我觉得都还不错啦。整体是这样子，穿起来蛮舒服的，蛮透气的。那背面的话呢，就是晚点再补拍给大家看这样子的画面啦。然后换不换黑色？那接着是这个黑色的部分，一样 M 号一样是非常合身，跟刚刚那白色的是一样的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QB 跟豹哥的这样子的刺绣，在我们的左胸口这样子，也是非常的合身，非常的舒服，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脱线啊之类的，所以是蛮好，所以质感是不错。大概穿起来就是这样。那可能影片之后呢，还会再拍一些我额外补充的一些画面啊，不然现在这个光线啊，实在是不太好看。那整体呢，穿起来呢是蛮合适的。那这一次豹哥的联名商品呢，其实有蛮多的尺寸供大家去选择的，只要有大概量过的话呢，胸围啊、腰围啊、肩膀这边量一下呢，就可以去做购买了，是蛮方便的。那以上呢，就是这个跟大家做开箱。豹哥的这个周边啊，那这次就只有买这两件衣服，那个帽子跟袋子呢就没有做额外的购买了。想说买这两件衣服至少还能穿出去之类的，觉得比较 CP 值比较高啦，我个人是这样子。那刚刚跟大家开箱那一个配的时候呢，发现呢原来它有两张啊，一张是豹哥刚这个帅帅的脸，再来是这个装可爱的表情。那这两张的背面呢都是一样的。两句话，购买周边的朋友们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这样子，两张。相信如果有买周边，那是当初在预购的时候呢就买的话呢，应该就会这样子，应该都会拿到他的拍立得啦。啊，对了，那豹哥在这个周边发送出去了之后呢，在他的 IG、脸书都有发一个这个购买认证活动。假设呢你是有买他的周边的观众朋友们呢？可以拿着或带着他的周边，那在你的 IG 发文啊，然后 hashtag 豹哥以及 Lesson Bus， 我记得是这样子，就是 hashtag 一些东西，然后小老鼠，然后标记他们，有机会呢可以再抽15位，我记得豹哥说抽15位可以再拿到有其他图案的这样子的 T 恤，这样我记得是这样，豹哥有做一个类似回馈的这样子的活动啦。所以如果有买周边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再去 穿搭这些东西呢，那发个贴文参加抽奖啦。那现在豹哥这个1600的影片大家应该也看了，真的是回馈了。那我也是用我们大家也是用这个行动来支持豹哥，希望他在这一次的比赛呢能继续发光发热。上次呢被这个载荷是拿回来扳回颜面了，那这一次的比赛还没结束，希望豹哥再继续努力啦。那我是盲子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